2022福清会馆爱国歌曲歌唱大决赛，赛前主办人、评委老师们午餐与会片段。自近三年来，因为疫情停办了所以歌唱演出比赛等歌唱相关的一切活动，大家久违了。为了更好的延续推广社团歌唱文化艺术活动，十多年来这项活动深受广泛关注和歌唱爱好者们的积极参与。大家畅所欲言，献计献策，总结过去，设计营造最具时代创意的具体方式和平台，发掘年轻一代的热情和活力，鼓励倡导扶持大家对爱国歌曲的兴趣和信念，让社团社区的歌唱文化活动更具艺术性，让国庆的主旋律和爱国热情装扮我们更美好的家园，同时带动促进会馆的长足发展。这次我们的这项活动在林芳华主席的带动执行过程中，受到广大会馆社团社区爱心人士的慷慨解囊，实现了我们为慈善机构贡献一份关爱扶持的目标。新加坡是多元种族的国家，用歌声祝福新加坡建国57周年是我们大家的美好心愿。祝各位参赛者多多选唱爱国歌曲，让我们的庆祝国庆主题的歌唱比赛更具深远的意义，世世代代的传唱。祝新加坡繁荣昌盛，祝各位参赛者发挥最好的光彩，祝这场活动圆满成功。